好多了。这个虾仁。啊。做了虾仁了，还虾仁，虾仁不好吃。再吃我。这鱼是吃火锅过球的，因为火锅店里边吃饭。虾仁。你家长。好好吃。我是新毛毛。多少油不油？哦，多少把这弄上。用五成那个菜粉。你搓还厚。搓还搓稠溜的，搓好我就自己也搓稠。我花多少炒了三四回了，炒了。娘都不知道瓶子就好了，我家里没我俩炒。嗯。那没你俩炒。看。有点正。